纪委裙的母鸡，作者安房直子，翻译彭懿。农民三十郎有三个孩子，最上头的初美五岁，其次的至今三岁，最小的正吉还是一个婴儿。可孩子们却没有了妈妈。三十郎那温柔的妻子，半年前，当院子里的梅花好不容易开了一朵的日子里，因为一点小病病死了，就像田里的雪无声无息的融化了一般，一下子就从这个家里消失了。 那之后，三十郎哭了好长时间，哭啊哭啊，哭得泪流满面。突然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家里积满了尘埃，三个孩子已经瘦成皮包骨了。这可怎么办？我应付不了啊！一边这样说，三十郎一边干起活来：田里的活、照顾孩子、做饭、打扫和洗衣服，全部都是一个人。这样过了一个月，他也病倒了，躺倒在床上，爬不起来了。 这事村里人谁也不知道。隔壁的人家离开还有相当一段距离，加上偏巧三十郎又没有什么亲密的亲戚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应付不了啊！三十郎盯着天花板嘟囔道。三个孩子在枕头边上哭叫着，饿、呃、饿、呃。就在这时，这个家里来了一只系着围裙的母鸡。三十郎你好。一地房间，那大开着的门口。 突然响起一个尖锐而又奇怪的声音。五岁的初美出去一看，天哪！站在门槛上的竟是一只背着小小的紫颜色的小包袱、系着雪白的围裙的母鸡。初美瞪圆了眼睛，她以为图画书里的鸡来了。爸爸，爸爸！初美跑到三十郎躺着的地方，朝母鸡一指，呼呼地喘着气。三十郎用力抬起头，眯缝起眼睛，朝那边看去。母鸡大摇大摆地走进家里来了。 把背上的包袱往泥地房间一放，说：“三十郎，好久不见了。”三十郎不由得一怔，他太认识这只母鸡了。好些年前从院子里的鸡舍逃走以后，就不知去向了。这是一只有死了的妻子从雏鸡一手养大，盼着下蛋的白来亨鸡。右脚上的红色脚环的确是自己系上去的。喂，你这家伙到哪里去了哟？三十郎急吼吼地问。母鸡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道。 去了太阳的国度，太阳的国度。三十郎眨巴了几下眼睛，这国度究竟在什么地方啊？硬撑着爬了起来，定睛一看，母鸡系的可是一条好围裙，下摆镶着宽宽的花边，有一个大口袋，而且僵的笔挺。这么好的围裙，就是人的妻子也很少系过，又不是新年，系着这么漂亮的围裙来了。三十郎一边这样说，一边想，自己现在烧的可不轻啊。 如果不是这样，怎么能和鸡说话呢？但是母鸡伶俐的摇了摇头，清清楚楚的这样说道：“哎呀哎呀，主人，安静的躺下吧。从今天开始，屋子里的活就全部交给我了。”三十郎呆呆的张大了嘴巴，想说什么，却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这么小一只鸡，究竟能干家里的什么活呢？再说，不是很奇怪吗？ 许久以前逃走的一只鸡，这种时候怎么又突然回来了？只见母鸡眨巴着那双似乎是懂事的眼睛。去世的女主人对我十分宠爱，每天给我吃碧绿的青菜，给我喝干净的水，让我住在整洁的鸡舍里，千般呵护，千般呵护的把我养大。所以今天我是来报恩的。好了，让我早点开始干活吧。说完，就用嘴麻利的把紫色的包袱给打开了。 初美和志今情不自禁地跑了过来，三十郎也掀开被子，把身子探了出来。母鸡的包袱里装着一个非常小的锅，此外还有红色的针叉和三团线，白线、红线和黑线。母鸡飞快地把线团和针叉收到了围裙的口袋里，又用嘴把包袱皮叠得小小的也收到了口袋里，然后用翅膀抱起了那个像过家家玩的道具似的锅，说：“等一等。” 马上我就给你们熬好吃的粥喝。出美和志金蹦了起来。出美下到泥地房间，升起了炉子。志金告诉了母鸡放米的地方。小小的锅里只放了一小把米和水，母鸡开始熬起粥来。小小的锅里一把米，小小的锅里多多的水，熬啊熬啊，香喷喷的粥，这就是满满的四个人的份儿。不知不觉的，锅子开始咕嘟咕嘟的叫了起来。 粥的香味在家里飘荡开了，出美和至今围着餐盘又蹦又跳，连婴儿正吉也从被子里爬了出来，发出了快活的笑声。三十郎突然觉得像是妻子起死复生了似的，他活着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呀，有好吃的粥喝，有好吃的鸡蛋吃。想不到这个时候母鸡说：“我去下个蛋，瞧着点火啊！”三十郎目瞪口呆了。 母鸡走到泥地房间角落里的稻草堆上，下了一个蛋。这个蛋又大又白，是个非常好的蛋。来，让我用它做个煎鸡蛋吧，请把平底煎锅准备好。听母鸡这么一说，三十郎下到厨房，然后从架子上把平底煎锅拿了下来。于是母鸡用嘴把刚下出来的蛋啄开，打到锅里，又唱起歌来了。 大大的锅里一点油，大大的锅里一个蛋，煎哟煎哟煎鸡蛋，这就是满满的四个人的份儿。就这样，当一个鸡蛋煎出了四个人的份儿的煎鸡蛋时，三十郎真是惊呆了。他只嘟囔了一句：“这可真是一只了不得的母鸡。”然而，母鸡的活儿还远远没有完。这回从后面的田里拿回来一根大葱，做了好吃的酱汤。来来来，做吃饭的准备吧。 把茶杯、木碗、盘子和筷子摆好吧，然后就请吃早饭吧。趁着你们大家吃饭的空，我去后面洗衣服。这么说着，母鸡就赶快朝外面走去。围着小小圆圆的餐盘，父子四个人吃起了久违了的香喷喷的早饭。三世郎抱着正吉，一边往他嘴里喂粥，一边想：我这不是在梦里头吧？和妈妈熬的粥一样啊。楚美说：“和妈妈熬的粥一样。”至今说。 三十郎嗯嗯的点着头，心想，就连煎鸡蛋的味道也和死了的妻子一样。吃完饭，三十郎到后面的田里去找母鸡。一看，呵，院子里的晒台上整整晾了五竹竿子洗的白白的衣服，在风中飘荡着。母鸡在下面轻松的啄着草，连手也没有，怎么能干这么多活呢？三十郎嘟囔道。不料母鸡突然抬起头说：“不不，工作这才刚刚开始。” 随后，母鸡打扫起屋子来了，也不用扫帚和掸子，啪嗒啪嗒的扇着翅膀，就唱起了这样的歌：垃圾呀，灰尘呀，飞走吧，变成小虫飞走吧，飞到田那边去吧。于是，家里的灰尘就变成了长翅膀的小虫，从窗户飞了出去。然后，母鸡又给郑吉喂了砂糖水，哄他睡下。等郑吉一发出了静静的酣睡声，这回又腌起咸菜来了。 从田里摘回来好些小小的茄子，放到罐子里用盐腌了起来，然后就煮开了豆子，烤开了年糕片。到了中午，又做饭给大伙儿吃；晚上则是烤干鱼。就这样，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之后，母亲一边哄着孩子们睡下，一边干起针线活来了。她把一大堆刮破了的内衣、掉了纽扣的衣服搬了过来，还要在餐室那昏暗的灯光下忙上一阵儿。隔壁屋子里的三十郎和婴儿。 早就睡着了，至今吱溜吱溜地吸着大拇指，正在坠入梦乡。只有初美还没有睡，睁着眼睛。母鸡从围裙的口袋里取出针和线，用嘴巴干起针线活来了。母鸡，初美轻轻地呼唤道。母鸡抖动了一下鸡冠子，向初美看去，然后吧嗒一下，针掉到了布上，问：“哎呀，怎么了？睡不着吗？”初美点点头，小声问道。 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母鸡静静地答道：“从太阳的国度来的。它在什么地方啊？天上？是啊，天的尽头是一个美丽的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地方。我过去被养在这个家里的时候，是一只普通的鸡。虽然女主人非常宠爱我，但我厌倦了那个狭窄的鸡舍。一天早上，我突然想飞上天了。鸡飞上天，奇怪吧？” 可是呀，我飞起来了，真的飞起来了。那是一个夏天的早上，冉冉升起的太阳洒下金粉，那个晃眼哟，我受不了了，不由得闭上了眼睛。这时，嗖嗖,嗖，我听到了笛子一样的声音，是从东边的天空传来的。我忍不住了，像公鸡那样大声的叫了起来，然后就啪嗒啪嗒的扇动着翅膀。怎么样了呢？身子一下子变轻了，浮到了空中。 然后就一直往天上升去，欲往上升，欲是一片金色，笛声也愈大了。我睁不开眼睛了，我就那么闭着眼睛升啊升啊，升到最后就到了太阳的国度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美丽原野，结着金子的水果，开着金子的花，太阳在原野当中闪耀着金色的光辉，吹着笛子。 他身边是一大堆魔法的道具，那是真的魔法道具吗？嗯，当然是了。这围裙、这针和线，对了，还有刚才熬粥的锅，全都是从太阳国度里拿来的真正的魔法道具。真的？初美爬了起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母鸡的那根金针，然后盯着补上了补丁的内衣，嘟囔道：“哪儿来的魔法呀？那补补丁的地方和死了的妈妈一样啊？” 不过是用白线一针一线漂亮的缝上而已，连一点魔法的感觉也没有。母鸡把嘴贴到了出美的耳朵边上，说：“真正的魔法现在才开始。”出美吓了一跳。母鸡一边咯咯的笑，一边说：“让你看看吧。”然后把掉了的针插回到针插上，说了句：“拿着这个跟我来吧。”就走了。出美拿起针插，站起来，跟在母鸡后头走去。 可母鸡怎么走进了壁橱里？你到那里头干什么？初美禁不住大声喊了起来。只见母鸡露出可怕的目光，说：“嘘，别吱声，跟着就是了。”初美闭上嘴，进到了壁橱里头。把门稍稍打开一点哟，母鸡在里头这么说。初美只留下一个榻榻米厚的宽度，静静的把门关上了。电灯的光像一根细细的带子似的，照进了壁橱。 好，就这样。母鸡一边这样说，一边从围裙的口袋里把包袱皮掏了出来，一丝不苟地铺到了壁橱的地上。初美把针插放到了上头，母鸡说：“把白线穿到针眼里。”初美从针插里拔出一根金针，舔了舔线头，花了好半天才总算把线穿了进去。好吧，可要看仔细了。母鸡用嘴衔着针，趴在包袱皮上绣起花来了。 一颗小小的小小的星星，然后母鸡就像唱歌似的嘟囔道：“傍晚的第一颗星星。”于是那颗星星亮了一下，把门关上。母鸡说：“初美，赶快把壁橱的拉门紧紧的关上。”一片漆黑中，包袱皮上的那颗星星变成了银色，终于放射出了灿烂的光芒。“太厉害了！”初美叫道。初美忘记自己是在壁橱里头了，她感觉自己是在夜的田里。 被风吹着，眺望着天空。风有点凉，有一股雨后泥土的味道。啊，过去也曾有过这样一个夜晚，妈妈背着他在高粱田里被风吹着。那天夜里，远远的山树上方闪烁着傍晚的第一颗星星，和他一样，是一颗温柔的、亲切的，仿佛唱着什么歌的星星。我想要星星，楚美说，她只能看。 母鸡那嘶哑的温柔的声音，有点像妈妈的声音。这是只能在漆黑的壁橱里看的星星哟，谁也拿不到手里的星星。不过，只是看着，心里就会变得温暖起来吧，心情就会变得安详起来吧。嗯，楚美点点头，艾的叹了口气说：“你真是一个魔法师呢。”“是啊，我去了太阳的国度吗？” 母鸡得意的点点头，然后就用嘴轻轻的擦起星星来了。于是星星消失了。初美急忙打开了壁橱，仔仔细细的朝包袱皮上看去，可是那里连个针眼都没有留下。打那以后，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好几次。一到夜里，初美就死气白咧的缠着母鸡进到壁橱里，然后看了好几次星星的魔法。不只是星星，母鸡还用白线绣了一弯新月。 用红线绣了虞美人草的花，虞美人草的花像血一样红。当看到它在风中瑟瑟发抖时，初美心头涌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悲伤，变得恐惧起来。此外，母鸡还用黑线绣了小小的黑马。黑暗中的黑马，鬃毛迎风招展，向着遥远的黑森林奔了过去。初美不知为什么喜欢起那马来了，觉得如果骑上那马，心中就会充满了勇气似的。 就这样，好些天过去了。自从母鸡来了以后，三十郎的家里被整理得整整齐齐，脏东西被洗得雪白。吃饭的时候，餐盘里摆着好吃的煎鸡蛋和咸菜。三十郎恢复了健康，又能下田干活了。孩子们也变得像妈妈活着的时候一样的活泼了。这全亏了母鸡的精心照料。母鸡还收集万年藤的藤蔓，给婴儿编了一个摇篮，用刚下的蛋给他们烤烤饼。 三十郎下田的过午，三个孩子把母鸡烤的烤饼吃得一片也不剩。母鸡的烤饼又热又厚，还浇着甜甜的糖汁，那味道，初美和至今不会忘记的。晚上钻到被窝里，两个人面对面说了起来：“今天午后茶点的烤饼可真好吃啊！”“嗯，好吃。”听了这话，三十郎的脸沉了下来，然后也不知道是对着谁这样说道。 死了的妈妈啊，做了好吃的，一直要拿到田里来的。然后他又小声说：“鸡才不会想的那么周到呢。”从三世郎拖着三个孩子卧床不起的那个时候算起，已经有半年过去了。三世郎有点忘记那时受过的苦了。下饭的菜总是鸡蛋和咸菜，让他渐渐的觉得厌倦了。孩子们一天到晚总是练着母鸡，也让他觉得没意思。一到晚上。 初美就和母鸡一起钻到壁橱里，发出莫名其妙的快乐的笑声。有时，初美还时不时的一个人冒出一些没头没脑的话来，像什么“黑马朝东方奔去啦，什么“傍晚的第一颗星星是雪白的”，如果关上壁橱的门，就是银色的啦。一旦陷入那样的沉思，就会一脸的寂寞，唱起这样的歌：“月夜，月夜的虞美人草田，红色的悲伤的虞美人草田。” 看到初美那个样子，三十郎担心了。他总觉得唯有初美会被带到一个不知远在何方的世界去。她果然是一只有魔性的鸡。这么一想，他就更加讨厌那只母鸡了。他讨厌那黑眼睛，讨厌那雪白的翅膀，讨厌那鲜红的鸡冠子，而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围裙。明明不过是一只鸡，却非要假装成女主人。这样的一天早上。 村里杂货铺的大婶出人意料的来到了三十郎的家里。三十郎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大婶在门口的横框上坐下了，打量了一圈家里，说：“一个人干的不错嘛。”三十郎抓着脑袋，哪里哪里的边说边笑着。这个时候，母鸡正在后面洗衣服，初美正在摇弟弟的摇篮，至今还在吃早饭。大婶瞅了孩子们一圈，像是要说什么秘密的话似的。 装模作样的对三十郎耳语道：“你一个男人要把三个孩子拉扯大，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呀。怎么说，孩子们也需要一个妈呀。”等等，三十郎嗯嗯的点头。大婶儿这回往出美的地方瞟了一眼，大声说道：“是吧？你们想要一个新妈妈吧？”初美和至金吃了一惊，沉默的看着大婶儿的脸。可是杂货铺的大婶儿已经不去管孩子们了。 转过脸来，对着三十郎又这个那个的说了老半天，到最后这样说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下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一趟，见个面。”三十郎啊啊的含糊应着。那之后没几天，三十郎的家里要来新娘子的事就定下来了。过了年，山上的雪化了，梅花陆陆续续的开出花来的时候，三十郎家里参事的挂历上被画上了一个红色的记号。这天要来新妈妈哟。 三十郎告诉孩子们，出美是一种奇怪的心情，至今则已经是喜不自禁了。新妈妈穿着什么样的和服呢？一天，织金眼睛闪闪发光的嘟囔道。出美像是知道似的摇摇头说：“白色的西服呀，头发上插着好些白色的花来呀。”完事之后，那白色的花能分给我一些吗？织金认真的问。小姐姐像个小大人似的，这个，歪着头说。 如果不是乖孩子，就不知道了。然后，初美和志金又说了很长时间新妈妈的和服、头饰什么的。于是，初美的心情就变得亮堂起来了。听说新妈妈来的那天要来好些客人，还听说那天初美、至今和正吉都要换上出门才穿的衣服，还要把宴席大吃一顿。那个日子渐渐的近了，日历上的红圈在三个孩子的眼睛里一闪一闪的。 新妈妈来的那天有什么好吃的呢？一天，志今在泥地房间里一边拍球一边嘟囔着：“甜的煎蛋呀。”楚美说。母鸡在角落里重复了一遍：“是呀，甜的煎蛋。”还有呢？被初美这么一问，母鸡想了一下，歪着头这样回答道：“首先是红小豆饭，然后是鸭儿芹汤和盐烤鲷鱼面拖油炸虾和豆筋团。” 初美瞪圆了眼睛，这些全都是母鸡做吗？当然是了。母鸡得意地挺起了胸膛。这样的菜除了我，还有谁会做？初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嘀咕了一声：“是呀。”可是婚礼那天的菜单已经老早就定好了，他们是红小豆饭和鸭儿芹鸡汤，鲷鱼生鱼片和鸡肉丸子，干炸鸡和炖鸡。 这菜单是上次来的那个杂货铺的大婶订的，婚礼的准备就全都交给我吧。三十郎，你就安心的当你的新郎官吧，给三个孩子穿上好衣服，告诉他们一定要老实。热心过头的大婶来的时候，不是打开房间里壁橱的门数数有几个坐垫，就是打开橱柜点点有几个茶杯和盘子，然后走的时候肯定要看到母鸡一眼，嘟囔一声又肥了不少。 头一个想在婚礼那天杀这只母鸡做菜的就是这个大事儿。当他对三十郎说了之后，三十郎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点了点头。虽说有点心疼，但又想这样是再好不过了。好了，明天就是新娘子来的日子了。这天，母鸡对孩子们说：“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，从今天开始有好多事要准备，你们来帮个忙好吗？”出美和志金点点头。 开始蹒跚迈步的正吉在万年藤的摇篮里吮着指头。母鸡对出美和至今说：“先把糯米和小豆泡到水里。至今，你到田里你爸爸那里去一趟，青菜和芜菁各要一篮子。出美，你去鱼店把鲷鱼和虾定下来。我呢，这就去下蛋。这下可要忙起来了。不是说明天有二十几位客人吗？这可是一项大工作。”母鸡急匆匆地向泥地房间角落里的稻草堆跳了过去。 花了比平时要长许多的时间，产下一个白白的大蛋，然后又接着不停地忙了一天，在两个小女孩的帮助下，做出了迄今为止谁也没有看见过的漂亮的菜。傍晚从田里回来的三十郎瞪圆了眼睛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婚礼不是明天吗？而且婚礼的菜我全都委托给岛屋家的大婶了呀！”三十郎不高兴了。再说了，明天中午吃的东西为什么这么早就做出来啊？ 会走味儿的哟。这时，母鸡毫无顾忌地走到三十郎的面前，说：“主人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的菜是魔法的菜，到明天中午为止都是热乎乎的。你的魔法已经够多了。”三十郎一脸的不快，把目光岔开了。这一个星期以来，三十郎尽可能不去看母鸡的脸，因为一看到那亮闪闪的黑眼睛、那雪白的围裙，心里就会一阵疼痛。 三十郎每一天每一天都会对自己说：“它是一只普通的母鸡，它是一只普通的母鸡。”然后又会这样说：“哪一家不宰鸡做菜呢？”这天夜里，等大家都睡下了，母鸡和初美又钻到了壁橱里。壁橱里是一块打开的包袱皮，放着红色的针插。从房间里透进来的像细细的发带一样的电灯的灯光中，母鸡在包袱皮上绣了白色的星星，红色的虞美人草。 和黑色的马，一次绣了三个东西，这还是头一次。初美开心的不得了。当把壁橱紧紧的关上，星星闪耀出银色的光辉，虞美人草的花火一般的燃烧起来。黑马眼看着就要跳起来的时候，初美说：“我要，我要。”于是母鸡点点头，耳语道：“要骑一下马吗？”然后小声的说：“咚咚咚，黑马飞起来吧。”于是马就嘶叫起来了。 马鬃飘扬起来了，初美突然想，骑着这匹马能不能见到死去的妈妈呢？就在这时，初美一阵头晕目眩，不由得闭上了眼睛。等她醒了过来，初美已经骑在马背上了。母鸡坐在初美的膝上，马在漆黑的天上嗖嗖地跑着。远远的下方，虞美人草的花一闪一闪地放光，天上的星星用铃铛一样的声音笑了起来。 马一个劲儿地往高处升，星星的光越来越亮，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了。抓牢了，母鸡说：“看啊，出美，虞美人草变得那么小了呀！”红色的虞美人草再见，悲伤的虞美人草再见。和母鸡一起向着星星升去，出美固然开心，可是红虞美人草一点一点地变小了，却让她觉得悲伤。她想。 那片长着红鱼美人草的地方，就是他亲切的家。爸爸和志今正急就睡在那里。要是带他们一起来就好了。听初美这样说，母鸡说：“那可不行，明天是婚礼呀、啊，大喜的婚礼，没了爸爸可就乱套了。”马愈升愈高，当淡紫色的云彩变成了一片一片的时候，星星像是纷纷扬扬的撒开了散发着一股香味儿的催眠的粉。因为这个原因。 初美困得受不了，催眠的粉是一种香粉的味道。初美想把那粉掸开，可是愈胆愈是飘落下来。不知不觉的，初美的身上和马都变成雪白雪白的了。于是马像摇篮一样摇晃起来，初美的眼皮发沉了。不知不觉的，初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初美，初美，母鸡在梦里面叫着，那声音渐渐的大了，尖锐了。 接着就变得痛苦起来，出美，出美，出美想回答，可是她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。白色的粉像雪似的，飘飘洒洒的飘落下来。啊，膝上的母鸡怎么样了呢？什么也不说了，一动也不动了。出美的膝上不再重了，不再温暖了。出美就那么闭着眼睛，一直在膝上摸索着。出美，出美，在三十郎的叫声中，出美醒了过来。 初美蹲在昏暗的壁橱里睡着了，母鸡不见了，紫色的包袱皮还有红色的针插和线团都不见了。初美，快起来！被三十郎这么一说，初美从壁橱里跳了出来。房间里洒满了早上那晃眼的光，被褥已经收拾好了。穿着出门穿的衣服的至今在打扫干净了的房间中央又蹦又跳。隔壁铺着席子的房间。 杂货铺的大婶把梅花枝插到了罐子里。啊，初美记起来了，今天是新妈妈来的日子。初美去厨房看看吧，做了那么多好吃的哟。岛屋家的大婶兴高采烈地说。初美从衣柜里取出新衣服，自己穿上了。一穿上那黑天鹅绒的白领子和妹妹一样的衣服，初美就喜不自禁了。自己看上去是那么的伶俐，一边扣纽扣，初美一边下到了泥地房间。 厨房里飘着热气腾腾的诱人的香味儿，可是案板上摆着的却是鸡肉丸子、干炸鸡和炖鸡。突然，初妹觉得有点不对头，连忙打开碗橱，找起昨天母鸡做好的菜来。可是明明收好了的红小豆饭也好，金团也好，热腾腾的黄色的煎鸡蛋也好，连个影子都没有了。初妹一下子悲伤起来，叫道：“母鸡！”接着就奔到了外面。 初美在院子里找了一遍，但是她没有听到往常那个亲切的回答声。相反，梅花树的树根下撒了一地的白色鸡毛。这下初美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跑回家里，初美也不知是冲着谁叫了起来：“把母鸡给杀了呀！把母鸡给杀了呀！”然后她就哇哇地哭了起来。于是岛屋家的大婶跑了过来，摸着初美的头说。 出美啊，这是常有的事呀、啊。喜庆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吃自己家的鸡呀、啊。出美拼命的摇着头，可那鸡不一样啊，那是一只特别的母鸡呀、啊。出美瞪着大婶的眼睛，一边嚎啕大哭，一边用手噼啪噼啪的打了起来，然后就跑到梅花树那里蹲下不起来了。几乎一整天，出美就那么蹲在那里，一屁股坐到了梅花树下面，不管是谁来叫，她也不动。 初美啊，新妈妈到了呀，想见你呀，快过来呀，一起吃好吃的东西呀。岛屋家的大婶用温柔的声音来招呼三四遍了。他之后穿着黑和服外挂的三十郎板着面孔过来了，他扯初美的手，可初美还是不动。天鹅绒的衣服上全是泥，一脸的泪水。初美想，我就是死了也不离开这里了。就这样过去了多长时间呢？当太阳被遮住了。 风变得冷飕飕的时候，有谁呼唤道：“初美。”是一个听上去不那么熟悉的声音。他看到了穿着白白的短布袜、有着蓝色草鸡带的草鸡的一双脚。一股香粉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初美猛地扬起脸来，一个从没见过的阿姨正笑盈盈的盯着初美，她拼命在笑：“初美，你怎么了？”她用手摸了一下插在头发上的兰花。啊！ 新妈妈果然头发上插着花来了，初美想。不过那花只有一朵，穿的也不是白色的礼服，而是紫色的和服。初美就那么低着头说：“我最宝贵的母鸡被杀了，被做成了菜，被吃掉了。”阿姨静静的听完了初美的话，用嘶哑的声音说：“真可怜啊。”初美从下面瞪着眼睛似的看着阿姨的脸，可阿姨难过似的把目光避开了。 然后拿来了一把小铲子，在梅花树下挖起坑来。初美不吱声的看着新妈妈的手，细细的白手腕儿却挺有劲儿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挖好了一个坑。新妈妈把母鸡的鸡毛轻轻的放到了坑里，填上了土，给它做个墓吧。在坑上堆了一个土堆，又插上了一枝梅花树枝。新妈妈静静的长时间合掌礼拜。打那之后，又过去了好些天。 院子里的梅花盛开了，又谢光了。当村子里被柔嫩清新的绿色包围的时候，母鸡木上长出了小草。哎呦，是繁缕呀！新妈妈说，繁缕愈长愈多，冒出了小小的白花。那清新的草，眼看着就在梅花树下铺开了，向着田的方向蔓延过去。可真是奇怪呀、啊！一天早上，三十郎歪着脑袋说，草一下就长这么一大片。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那凡缕不管你怎么拔，又会多出来。没多久，三十郎家的院子就好像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似的。这时，这个家里的新的女主人买了三只雏鸡，在井边搭了一个新的小鸡舍。女主人精心的照料着雏鸡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每天吃上刚下的鸡蛋了。要是三只母鸡每天各下一个蛋，我就给你们做好吃的菜肉蛋卷儿。 女主人整天把雏鸡放在院子里，雏鸡们活泼地转着圈子玩，大口大口地吃着院子里的繁缕。那繁缕又嫩又清新，比其他什么地方长的草都要好吃。三十郎家的雏鸡一点点地大了起来，一点点地胖了起来。初美至今和正吉分别给鸡系上了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脚环。初美是红色的脚环，至今是黄色的脚环，正吉是蓝色的脚环。 然后又把它们分别当成是自己的鸡宠爱起来，鸡们长出了漂亮的红鸡冠，到了秋天就会下蛋了吧？然而这一年的秋天发生了一件怪事，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早上，四周的草和树开始枯萎了。三十郎想，必须抓紧时间做过冬的准备了。突然，从屋子外头传来了尖利的鸡叫声，一瞬间，三十郎以为是偷鸡贼来了。 不好！三十郎冲到外头一看，怎么样？三只母鸡在梅花树下排成了一列，对着天空张开了翅膀。母鸡们不停的拍打着翅膀。三只鸡那亮闪闪的黑眼睛，目不转睛的盯着东方天空中的太阳。哎，这要是干什么呢？三十郎这么一嘀咕，三只鸡轻轻的飞上了天空。怎么会呢？三十郎一边想，一边不停的眨巴着眼睛。鸡朝太阳飞去了。 他在嗓子眼里嘀咕了一声，然后就伸开双手想去抓那几只鸡，可是怎么也来不及了。三只鸡一下子就飞到了天上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听到三十郎的声音，女主人和孩子们都冲到了院子里。这时，三只鸡几乎变成了云彩，女主人急得在那里团团转。三十郎表情复杂的把手交叉在胸前，望着天空。高兴的只有出美一个人。 初美一边蹦蹦跳跳，一边指着天空说：“鸡全都去了太阳的国度呀，和以前被杀了的那只母鸡一样呀，去了太阳的国度，在金子的草原上吃金子的水果了呀。”初美对着天空大声地喊了起来：“再来呀！总有一天要系着围裙，带着魔法的道具再来呀！”初美这时就清楚地知道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那些鸡们会回来的。 当自己为难的时候，当至今为难的时候，当正吉为难的时候，那只红脚环的母鸡，那只黄脚环的母鸡，那只蓝脚环的母鸡，就一定一定会系着新的白围裙来帮助我们。初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看着天空，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再见。初美确实听到了母鸡们的翅膀搏击风的声音，还确实听到了它们对着太阳发出咯的尖利的叫声。